我玩玩车车啦，可是一到时候就有玩具了。大家来看一下有什么？哇，有这些东西。但是这个要抽到才有哦，要抽到号码才有。抽到了。啊，抽奖卡长这样哦。然后我来抽这张。莫名是抽这里，是抽这里，抽这里，抽这里，这怎么抽啊？我还没有抽过。要这个。我先来抽第一张，37号关王一，就是没中奖的意思。1到10号。啊，我可以撕了。看你抽几，你要抽哪一张？这张吗？好哦，看看在 Robin 开的同时，我再来抽第二张。你爸也来抽吗？看谁第一个先抽到奖品的号码。1到10。那个是奖品。哎呦，是怎样？我都还没有抽到十号，我继续再抽。Robin 怎么开那么慢？我都开了。要1到10号才有哦。为什么我都抽30几号？哎呦，怎么还是没中啊？总共37号，我决定了一次抽一排。我抽中4号了，我可以拿奖品了。到10号任选玩具啊，是任选。我不要了，我不要。我要抽这个，我要拿这个。当然，好啦，基于这个要抽10个，实在是有点太浪费时间了，所以呢，干脆我们就直接打开玩具看有什么就好了。里面有这些玩具。哇，太多了吧！罗宾要先看哪个贴纸？罗宾已经先撕一张啦，贴纸。这个。罗宾要拍车子，帮我来拍车子。贴这里啦，才看得到哦。哇，我都刚才有贴小猫哎，小猫都可以坐上来哦。哎呦，开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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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有这些卡片，这就是主角人物，噔。再开始一个一个摆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摆上去之后，它就变成这样子哦。当然，等一下，跟大家的字母的贴纸。接下来我们来打开这个六角拼图。好啦，完成图就是像这样啊。怎么？哦，那流星锤啦。哎呦，好黏哦！不可以打人的哦，是拿来玩的哦。但是要怎么玩呢？你给我。啊，再来是开这个，这里面在这里吧。海绵宝宝。小卡片吧。再来嘞，我们来打开这个。黏黏。哦，里面是这个萌学院的。萌学园的，萌学园的，东东。嗯，好。好，再下一个就是这个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该不会又是卡片吧？真游戏吧？感觉是卡片。巨大老鼠啦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可能是纹身贴纸吧。哦，这是纹身贴纸啊。我知道，这我知道，这个叫 mini craft。小妮可好吗 ？mini craft。战斗机，要打开它吗？是个飞机哦。好长哦，好难听哦。怎么样？我其实我也不会组装。我的好啦，我们的礼物就是这些，全部都是这些的。你们有，那节目已经结束了，我最喜欢这个。如果你们的喜欢我，你帮我们按赞或分享。我是罗宾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喜欢萝卜鸡爪子。
各位粉丝，再见。